好，下一套啦，下一套系阿依爸嘅专属，系咪咧？我嘅专属应该唔系啊。少女翻到时间呢个系。不过真系好耐冇睇过啲咁少女嘅动画啦，依家。呢个系《闪烁的青春》。好啦，咁呢套漫画改编嘅就系、是，咁佢呢个嘢就我无心 Facebook 介绍过啦。咁其实佢好简单嘅，主线就系呢个女主角啦，吉冈双月啦，佢同中海时代因为叫做初中应该讲。中學初中日本初中初中高中嘅其實可以啦，分初中同高中噶嘛。係就有正一識嗰條田中嘅就算一見鐘情嘅，咁就拍過幾日拖嘅。跟住之後咧，因為誤會同埋屋企搬家咧就分開咗啦。到高中之後翻一齊咧就互相兩個人咧就有啲誤會同重新之後咧就若影若離嘅關係變咗。咩叫拍過幾日拖啊？好似冇拍過拖喎、啊，只不過係大家對大家有感覺，一見鐘情啫嘛，就。但係當可能我諗係個 timing 囉，係錯過咗囉，其實即係都係因為個女主角而令到個男主角覺得佢好似討厭男生，所以就冇再主動同個女仔即係接觸呀咁樣囉，同埋之後可能佢又因為轉學啦個男主角，所以就呢段感情就即係停咗啦，好似一個有緣無分感情，跟住有隻有緣又相對返嘅故事喺個咁就故事其實就點講呢，好一次次劇嘅，擺明就係啦，係嘛？呢啲比較校園式嘅。點解話佢唔似少女小説呢？因為呢套嘢咧，佢少女嘅成分唔係特別高嘅，即係正常嚟講，你少女漫畫面嘅女主角咧，好少會咁實際嘅，就係、是、即係佢話佢交朋友，因為老師話俾我聽，交朋友咧一定要對佢好嘅，即係要附和曬多個人嘅，或者又怕俾人孤獨嘅，俾人嚟 hack 嘅就係、是，所以一定要同咁多人做埋 friend， 就即係虛應下嘅，因為比較實際同埋比較少少，即係寫實性咯，就會係即係好少細話會咁樣就。同埋調翻轉啦，佢有少少唔同嘅。通常你話即係古代少少嗰啲少女漫畫啦，最中意就係話一個女可能對一個男咁啦，跟住近年啲一個女俾一堆男圍住啦，跟住嗰啲開始俾人好反感啦。咁可能變咗就有啲咩有啲女配角出咗現多少少啦。咁呢套直情調翻轉嘅，你唔會覺得個女主角係好公主嗰啲咧？咁調翻轉佢係佢日常去到高中嗰個表現就係話我要降低我嘅女子力咁樣，跟住就扮大食咁樣，係咁去狂掃麵包，即係好似搞到啲男仔覺得哇呢條女有問題啊，黐黐地線，即係佢係做嗰種。咁所以其實就調翻轉係你可以話唔好有別於過往。會見到嘅依類定位女性向嘅作品咯，其實合理嘅喎。正常嚟講，你條女生又靚又多男仔追，第一件事肯定俾人排擠嘅一件事嚟。唔係，我諗佢因為其實個女主角係因為佢之前讀中學時代中學嗰陣時，就係因為佢試過俾人哋排斥啊，係啦，就俾人哋話咁樣，咁變咗佢決定喺高中嘅時候就要改變自己咁樣咯。降低女子力啊！係啦，要做到好似好男人男仔頭啦，可以咁講。咁就當然啦，因為有田中翻嚟咁改一個姓嘅，係嘛？離咗婚啊嘛，佢跟住佢屋企人咪變咗馬步池啊，唔知咩回事啦，就係咧。係咯。咁就改咗姓嘅，就咁重新翻過嚟啦，就咁當然個女主角唔知點解到唔知開咗咁耐先發現到呢件而家出現，即係呢而家真係怪食麵包食少咗，係咁就咁高度啊！咁個樣都有啲唔同咗嘅，你明白係好合理嘅事。相比好多作品入面，小學識咗跟住大個見翻面認得出咧，覺得係神奇嘅事。佢呢個算好㗎啦。初中見到面，跟住後面見得翻，個樣唔會特別有大變嘅，都係差唔多樣嘅，都係。係個髮型唔同啫。咁髮型髮嘅啫啲嘢係咯。咁佢就因為佢出現翻，所以同佢可能有啲交合之後，發覺佢依家身邊嘅朋友即係點醒翻佢，依家嘅朋友係假嘅喎，即係佢唔會幫你。有啲交合，冇嘢。冇、哦、係見到面同佢講幾句啫嘛，咁係有啲見面，唔係有啲交合。唔係我見面等於講嘢，你明白？我知交合點解？唔係我覺得咧，其實個當佢哋見翻面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對方都仲有個感覺嘅，即係只不過可能。但男主角好似扮冷淡。係啦，即係好似兩邊都中意，兩邊都夾喎，應該係兩邊都唔夾一個。即係可能，即係可能個男主角又始終知道女主角話討厭男。性呢、這個即係呢個情況咧，咁變咗佢就會對個女仔好似好冷淡啊咁樣啦。我諗都會有依個原因喺度咯。但係咧，我又睇唔到佢好似個男主角又唔係話屬於好受歡迎嗰種嘅設定嘅喎。我又覺得，即係通常咧有啲男主角會好受其他係啦係啦嗰啲噶嘛嚇。咁佢依個又唔係喎，又好似正。
系咪算正常啲咧？两边都好正常嘅，系啦，多数系你呢套嘢，即系唔会话侧边个男主角侧边有好多嘅其他嘅女性或者女同学啊，会围住佢啊咁样嘅，又未至于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咯。所以呢套嘢其实就点讲，有啲隐忧嘅，我就即系我咁嘅谂，因为两边都系真实，系太真实啦个故事就，基本上你点睇两条都始终一定会合埋一齐，即系点合埋啊啫，咁过程系点发展，其实就好随便嘅就，点样拖到个条主线？过程好随便。咁又唔系随便，其实应该。我覺得咁先有趣喎、哦，你點樣睇佢哋兩個？係啦，再一齊、哦。但問題呢條線佢咁拆季問題嘅，我覺得應該咁。如果拆得幾出就唔知啦，就係、是。唔係咁，因為佢其實唔係就係講佢兩個嘅，咁佢另外開始都有其他嘅角色出現，即係都有其他嘅支線出現咯。咁變咗，我又覺得佢呢套咧就類似之前嗰套《紙箱告訴你》咁樣嘅，即係唔係話純係講男女主角咯，即係都會講下嗰套嗰套空想少少，依套踏實啲，係啦係啦，接受比較快啲，見到好快有啲配角出嚟，你明白啲配角高收喺咩位先？嗱呢套你記得兩集咧，你知有啲人配角會出場嘅，但你但知佢會做乜嘅？啲配角好明顯喎，你見到但係已經取出咗嚟嘅咯，第二集已經。哦，嗰兩個 friend 我諗都唔係啦，應該唔係啦，嗰兩個 friend。男嘅好似見到有兩個男一個女嘅，但問題你明知嗰啲配角會出場，但問題你 call 唔到佢哋想做乜？即係暫時你睇兩集之後。暫時我諗未知咯，要再睇先知咯。其實係即係你比其他漫畫嚟講。因為你見到佢一開始嗰兩個 friend 烏蠅頭老鼠眼，嗰兩個明顯路人。嗰兩個擺明就係第可能第三集就閃咗，唔知去到邊嘅已經係咁樣咯。完全啱去韓國換翻啲一紅眼嘢嗱，其實依套嘅動畫咧，頭先阿有馬都話好現實化啦，係嘛？即係比較咁，所以咧遲啲都會有套真係電影版出現嘅，都會係啊，真人電影版出現嘅。你話電影版會拍成點咧？就另一樣嘢啦。咁即係到時先知咯咁樣。但如果你話動畫嚟講，我自己覺得暫時都 OK 嘅，即係我自己一睇落去。即係頭兩集咁樣，舒服先頭兩集，嗯，即係唔會特別啲反感地方、啲誇張地方，係啊，咁應該又啱嘅，我覺得呢套嘢都係，好去下一套。